我只要进了刀房，我就会听到婴儿的哭声。向左，向左，向左！妈了个逼啊！你想死点把别人搞死吗？在村里来了个暴走女外科，重饰演外科医师的蔡淑贞，戏中个性大胆直率，而且坚持不进开刀房。而她会这么做的原因，其实背后藏了大洋葱。半年前，我是信大总院的外科主治医师。那个时候，总院为了让别的地区医院升级，把很多人力都调过去。小刘医师，你给我闯出来！所以，我在刀房、ICU 之间不停的轮班。IV push。日夜不停的轮班。10:42，小刘医师，小刘医师，流血嘞！我是一个医生，快点帮忙！快点帮忙！我应该要知道，生命都有它的极限。我失去我的小孩，我的身体。像杀人机器。